好，立刻带大家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其实目前呢，外头看起来天气还不错，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台风它的速度变慢了，而且呢它的强度也减弱了，它目前是已经减弱为轻台了。好，从卫星图我们进一步带来关注目前这个天兔台风它的中心位置呢已经逐渐靠近这个台湾南方的近海了，进入了巴士海峡。好，昨天呢它在登陆吕宋岛之后受到这个吕宋岛地形严重破坏的影响，强度是大大减弱。那么再加上呢天兔台风它进入这个巴士海峡之后在巴士海峡这里它的海温是比较低的，整个的海气是不利于这个台风的发展，因此它的强度就会再进一步来减弱。目前它已经减弱为轻台了。好，路径前视图我们带您进一步来看它最有可能的路径走向了。那根据这个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了，这天兔台风呢它的移动速度变慢了，目前它的中心位置是在这个台湾近海，好，马上要进入巴士海峡，距离鹅銮鼻这个南南西方大约是210公里的海面上，移动速度也变慢，它是以呢每小时12转18的速度，好，朝着这个北北西转东北的方向来前进。在它的中心风速呢，目前是每秒30公尺相当于每小时108公里，那11级强阵风的速度，瞬间风速也减慢了，每秒是来到了38公尺，大约是每个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的强阵风。好，那刚才提到，特别是它靠近台湾之后，它的这个强度也会减弱，那暴风半径也减弱，从原本的150公里缩小了，目前来到了120公里哦。那速度变慢了，这放缓了之后它的路径也比原先预期稍微偏西一点点的走哦。那往西偏之后呢，因此整体的暴风范围这往台湾的这个北部来走了，所以呢目前预估要碰到台湾陆地的时间将会持续的延后，最快最快好延后到今天入夜之后，到明天的清晨它的暴风半径才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个恒春半岛的部分，而且呢这个天兔台风它在接近这个台湾的过程当中强度持续减弱，目前是轻台，好，靠近台湾极有可能在接触台湾之后它的强度还会持续再减弱。那气象署预估了目前呢从这个恒春半岛包括了屏东一带会来登陆，登陆之后呢很快它会出海，然后呢沿着台湾的东部海域好往北来走哦。好，那首当其冲就是恒春半岛了。我们从台风警报单的部分我们来看到，过去的这个几个小时里头它的强度持续减弱，减弱为轻台，中心目前在台湾的这个近海南方的海域上头而且它的暴风圈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持续减弱，暴风半径也会逐渐的缩小哦。好，但是呢它目前的路径看起来是朝着台湾的方向而来对屏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将会构成威胁。那么根据气象署的这个路径警戒范围包括了高雄、屏东、恒春半岛都要严加戒备。另外海警的部分呢，在台湾海峡的南部，台湾的东南部海域，包括了这个兰屿、绿岛，还有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还有作业的船只，也要严加戒备了。好，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过程当中，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由于它强度持续减弱，所以它的结构稍微比起前一天呢是松散了一些，因为受到了地形的严重破坏，但是它的云系呢逐渐靠近台湾了，所以呢雨还是会下的，尤其首当其冲这个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好屏东还有高雄的是首当其冲，以及在东部地区好花莲、台东也都会有强阵雨的出现呢，尤其再度提醒了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屏东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花莲还有屏东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今天在下半天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接近，雨势呢也会越晚越明显呢。好，那特别提醒的是大家，尤其这个恒春半岛的朋友，有去垦丁玩的朋友，好，台风来袭，你们呢会
感受比较强烈，要特别留意强降雨还有强阵风的一个情况了。定量降水图我们来关注哦，随着这个天兔直接渐渐靠近台湾了，恒春半岛下雨的情况来看到，恒春半岛好，这个花莲还有台东，他们的雨势是比较大的。那刚刚特别提到，因为它这个稍微路径偏西，因此它在移动靠近台湾的方向的时候哦，包括了高雄山区雨也会比较大，台东的雨势也会越晚越大，南部地区降雨也是逐渐增加的。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哦，你看到从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的清晨，好，尤其在这个东南部地区哦，雨会下得非常的大。那台东呢逐渐移动哦，往这个东部移动之后，整体降雨趋势就会趋缓了。到了16号白天呢，雨就会整个缓和下来哦，但是在这个花东地区雨还是会有的，所以要特别留意的。那因此呢，我们预期了在今天包括了台东恒春好，这个会有豪雨的情况发生哦，以及呢来看到特别提醒大家好，外岛地区的朋友，兰屿、绿岛、屏东山区好，会有豪雨的情况。另外花莲、屏东是大雨的情况，那随着台风靠近呢，强阵风的感受也会越来越强烈。首当其冲，恒春半岛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北海岸、马祖、屏东，还有这个兰屿、绿岛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风大。浪也大，来看到恒春半岛的浪会来到5到7米，要特别留意了。好，台风天就不要去海边了。那包括了东南部还有兰屿、绿岛也会有3到5米的巨浪，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这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我们提供给您。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